大家好，我是瑞。刚下班啊？哦，刚下班。但是不知道海路很累，可是印象是比较好的。怎么讲？可是很晃哦。 它很晃，很晃，嗯，就是你看，其实你像你们这种啊，就是它的防守阵其实比较好。没有，这才多少？这多少？我的车晃过啊，没有，但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有一半是剪辑软体有差。哦，我觉得剪他们。我在软体里面，你要帮我吃完哦，先讲。 你叫的要吃完哦，你食量应该还行吧？因为我在减肥，我吃比较少。哦，我不大，可是不用担心，这个量不多啊。不用担心，这个量不多啊。不用担心，这个量不多啊。果不其然，跟我想的一样哦，菜非常的多哈。我们的瑞还想说哈，这种价格应该是会阉割过的之类的。玉润港的和菜呢，意外的好吃。 以前在看的时候啊，它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合菜类的方式。我记得都是以简餐或者是以火锅类的方式为主。这次跟李琦一起品尝的双人合菜，我们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哦。这是瑞第一次跟线上的 YouTuber 一起吃饭，希望以后呢有多点机会可以跟大家互相交流。 以及频道呢也是以旅游以及美食以及做客类的方式为主，频道链接会放在影片资讯栏以及右上方的链接里面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哦。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饭店住宿券群抽奖，大家可以来留言免费抽住宿券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及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